开始。有关今日1时30分许啊，发生在本辖杀人未遂案件，起因是陈姓男子啊酒醉与保全发生扭打后，保全不知倒地，经远警到场施以心肺复苏后，由救护车送往永和更新医院救治，目前仍在抢救中。陈男警方当场逮捕，讯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